得闲做下 plan， 唔化妆都好鬼靓。咁寻日咧就收到位朋友嘅英雄帖，两分钟嘅 plan。咁今日就唯有硬住头皮嚟挑战下，两分钟其实系好长嘅，唔知得唔得咧？两分钟系的确好长嘅，我嘅 personal best 都系三分钟，希望今次可以做得到啦，尽力而为啦。开始。plan 最紧要都系透气，同埋放松个膊头。当然最好唔好有狗仔喺你嗰度夹夹招招啦。38秒。喂。咬緊我嘅鞋帶，身體開始震啦，俾一陣，時間好漫長啊。1分鐘15秒，喂，望鏡頭，38。202啊，2分鐘30秒，夠啦。雖然打破唔到自己嘅 PB， 喺呢個時候逆戰嘅時候，盡情努力，一齊做多啲運動。除咗自己做運動之外，應該係時候關心下屋企嘅身邊嘅老人家或者行動唔方便嘅人。我哋被困咗多過一個禮拜，未到10日。已經可以講係悶到抽筋啦！試諗下，老人家行動唔方便嘅人，其實係幾想見到身邊嘅親人呢？大家係咪時候應該同身邊嘅親人講聲你哋好，或者打個電話俾佢哋問候下你咧？好啦，下次再見，拜拜。